去当成饮用水。哦，啊，因为那个无自来水的时啊，这个去怎样，就是因管爱去挑水，然后挑到他们家里去当饮用水，所以这边的水质，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很干净，可以来饮用的。好，各位看一下这个湖区，我刚刚讲的被保护的老树，哈，这边就有好几棵了哈，那都是年纪非常非常的大。那水位正常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现在是刻意的把水降低，让底下的义工可以比较好的操作。那正常的水位前面可以满到这个地方来啊，也就是前面有水生植物的这个地方，基本上都会被水所覆盖啊，被水所覆盖。我的右。